那这一组其实组合挺奇妙的，因为 X 小队四个 B boy， 两个 popper， 两个 locker， 而且这个好像只有他们组是全上了啊，只有他们是全军出击，全军出击。为什么我们要八个人上？就是因为这首歌只有人多才有气势，对，所以我们就八个人同时上。好，对，你们这一组是一直给我一个惊喜，是你们有一股劲儿，是我不服。而且这股劲儿刚好跟你们选的这个音乐和你们表达的这个情绪是很匹配的。虽然你们没有设计太多的所谓的故事线的东西，但是从开始你走过来把这个布拿开，还有一个肩膀上的灰，这个作品这个艺术品已经在这儿智慧太久了，呼敞开来，然后就开始，然后你们的这个哎哦，对不起，盖着布还为什么还有灰呢？逻辑怪，逻辑怪，好主意啊！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啊？他是说，就是放了好久以后，然后才盖了布。哦，哦，那这样的话说得通。啊，来来来来。我特别喜欢你们摆出来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刚好跟这个歌跟你们穿着和一切都是在同一个频率，在我这儿我是感受到了你们的能量，包括那个 B-boy 的几个招蛮特别的，包括钢爆的这个把头就塞到那个中间里头，对，你们的能量会让我想要给你们更高的分。编排上我很喜欢你们前面的一些很气氛的那些编排，然后就 slow mo 的那种感觉，四个 B-boy 做一些组合的东西，你们的气势是好的，所以说气势大于你们的编排跟舞蹈，所以我给的是95分。其实刚才大师团真的特别给力啊，从你们站上来就开始尖叫，感觉你们充值了一样，涛涛喊的真的很大声，因为充值了。就是他们从一上来，他们很认真的去跳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很搞笑的舞，所以就是这个点，我们就从头就是一边叫一边笑，就他们真的很认真，但是我们真的很想笑。这个就是鸡哥一生追求的境界。鸡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已经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境界，来，鸡哥。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挺炸的，那么多的 B boy， 而且还跳 locking， 跳 locking 真的很难，那跟八个发动机在上面，有的加95，有的加98一样的，真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对，加的油是不一样的，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但是那些 breaking 的招都没有掉招，非常给力。鸡哥，你问问瑞桑怎么样？瑞桑看那段 locking 直摇头。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これはもう男だけでしか見せれないパフォーマンスだと思います。ロッキングもこんなに忙しい練習の暇もない中で、速いテンポで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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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さんすごいね頑張ってたと思います。ちょっと厳しい言い方するともうちょっと質感は上げれ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もう時間をかけてね、ロッキングは練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リュウリュウリュウな感じですね、すごいです。リュ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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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ロシカ。不咋地不咋地。不咋地。No, no, no. I'm kidding. I'm kidding. Obviously, that was really, really 非常好。不管是大师团还是队长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么分数如何呢？马东杰队的得分如下：刘雨欣队长95分，王一博队长95分，吴建豪队长94分，李承铉队长94分。大师团平均得分91.8分。现场99位评审投票，得票为86票，最终分数是555.8分。哦，恭喜！希望等一会儿的
双人 battle 跟单人 battle 也要保持这样的气势。加油，一定。T-Max, the museum, the Warrior theme, that was impressive, really. To really use the hip-hop culture, the funk styles, that was really powerful. And that was a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 of Zhongguo. That was a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Warrior back in the time. And I liked it, the show. I liked it. 他们的音乐的能量非常的强，通过他们的舞蹈，通过他们的表情，通过他们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把这个音乐的能量相媲美，甚至是高过它。然后还有一些各个舞种之间的配合 ，breaking b-boy 是有一个扫腿往前走，然后在这个同一时间会有其他的舞者做相应的动作，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层次叠进，让我觉得他们的融合特别好，也是我看完以后觉得热血沸腾的一个作品。接下来上场是周玉祥队，成员有周玉祥、Anisa、郑浩东、周嘉欣、武天克斯，有请。Oh my god！ 哦，这个疯狂原始人吗？进化论啊，这就是反季节穿搭嘛。对对对。Jason， 来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那你也得回应他们一下。谁呀？谁呀？我弹溜给你。准备好笑翻全场吧！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音乐感动到啊！对 ，I like the music. Yeah, I love the 这个。好的，99位现场评委老师，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请在我倒数之后投出您手上的绿色毛巾。三、二、一，丢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好的，请开始统计我们的票数。其实他们挑战了就是这街的三大最难主题嘛。哪三大？猴、水、后悔。所有的网剧的作品里面带猴的、带水的、